我跟长官谈过结婚的规划，他跟我说退并不是唯一的选项。我不是因为你是我女朋友才跟你说，你就是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情。我要记住，这个礼拜我们可以去拍照吗？那我来想想可以去哪里吗？啊，如果是你这样，我就会喜欢，喜欢吧。 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女力报道。本节目由超市王爷黄素冠名赞助。